双北副市长，三位副市长，所有台北、新北的团队，所有的好朋友，大家元宵快乐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好。今天很开心，这个在元宵佳节的下午啊，跟台北市的团队共同为双北合作来继续努力。今天我要去新加坡访问，那我们要在新加坡旅展以及在香港接下来推动旅游，我们一定都是推荐所有大台北地区共同的一些旅游景点，因为事实上所有的观光客都很知道台北，包括过去我们台北市台北县，也包括我们现在叫 New Taipei City 跟 Taipei City， 这是一定的。就像我们知道所有的观光旅游点，包括我们今天平溪办的天灯，